今天去挖土豆。笨蛋，我是。走快点嘛，我去看一下它长得大不大个。老子呀，中午喊妈妈忙忙养鱼。看好不好我们的养鱼？喂，你们的来啦！我们进都来了。这个是什么嘛？椰子都看不到了，这个瞄了。看一下，这个有一弯一弯的，就是个娃娃。嗯，我看一下今天有没有土豆呢？就看这一球了。我感觉人家买完了。耶，一个啊？要不得。你们笑啊？因为这边喊的就是喊养鱼是吧？哦。哦，养鱼。喊的土豆。那你们也喊啥子嘛？土豆是我们喊的。我们养鱼也是。不是还养鱼吗？我看一下这里，不可能，有八颗都很难不算是。哎呀，又可以。哎，啷个？还是可以，有几个？你看嘛，还是八颗噻，是不是？自己种的又那么大，还不得行啊？还像那么养嘛？哥，嗯，你看，这一窝也好一点。我来挖，你来挖啊。看你看，挖第一窝大不大？哇！小得很，今天养鱼看看。他摸那个是那个土，一窝里面有一两个大的都不错了，好不好？那个是母子不要啊、哦。你们去买的时候不是专门买这种小不灵丁的吗？那不要啊，老哥。母子，母子吃了不放。没难见到噻。啥子母子？就是养鱼种，这个是。公的是吧？母的。但是啊，别个没切肥料，你看嘛，它还是那么大个，比土豆够丑些啦。太小了。太小了，那个养鱼没敲到，肥料小，没多少小噶。那个是本来你们那个土养鱼，那个小养鱼。哦，那个小养鱼还好吃那个种。挖到点其他有了，挖到多了，哎，新鲜的哇，再摆着晒干点。有点压住到那个鱼。哎，怎么我们这一窝这么少啊？看到人家挖养鱼一窝好多好多，像那红薯一样串串。土质不一样啊。哦，出来湿了，这样晒干点来挖。要要，走嘛，走回去了。那你也老实点，我来背。准备一烧红烧肉吃。烧肥肠。可以。走。土豆，烧肥肠。直接把它洗出来，心中好煮。看着看着就干净了，是吧？好，洗干净了，这一次再清一次。哎，肥肠是上次洗过的，放在冰箱里面还没怎么解冻，让它泡一下。不刮皮的啊，这个土豆。为什么呀？那个土豆不刮皮，好吃些。切小块点嘛。可以，肥肠烧得久。土豆烧肥肠没见过。没见过，今天见过了噻。我们这是酸菜肥肠。要反其口味吃嘛。再捞些老羊切香肠出来，还要吃香肠啊？嗯。我们香肠等一下都没心吃完了。管起码都是要吃噻，就不够了那么多。够了噻，那么多。等一下肥肠找不到了，除非是土豆。好不了，我把那个切开不切了。这儿把肥肠弄起来。肥肠解冻了，可以切了呀。嗯，真的好多哎。现在把这个肥肠洗出来，
加点面粉，再放点盐。嗯，可以了，拿进去开始煮了。把肥肠放进去，焯一下水，把香肠煮起来。切大头一点，有嚼劲一点。这个香肠熟了，把它挑起来，烧油。准备烧肥肠了，加点豆瓣、生姜、蒜子，肥肠下锅，满满一大锅啊！可以了，加水下去焖。水了吗？嗯。用了没有啊？还没有，晚了。睡觉了。准备好了的吗？等一下可以好好吃饭了，我们。有孔的吗？有孔把香肠切开。没有上次那么肥了。弹切还是肥呀，就要吃这种肥中带瘦，瘦中带肥的。别人摆盘好看得很，你这个摆切的不好看。走了。起锅，来吃饭。哎呀，哎呀，做那么大一个人，哎呀！不是说水煮锅吗？水煮锅，水一盒，水煮锅。那吃完了。好吃，做的味道好。那是我们今年自家种的土豆。你看旁边的嘛，好，走吧，嗯，可以，老怕了，嗯，还是没好怕一个肥肠，好吃就留在种，嗯，就是要这种，就是这种，我看一下这个土豆什么粉，嗯，好粉啊，真的好粉。这个小猪土豆好吃，嗯，这个土豆好粉哦，所以大家买好吃这个，嗯，就是啊，你煮的跟咱土豆一样。还说人家水煮干，安心吃饭了，还叫他扒了皮，你可以歇了。嗯，好吃起来，你煮的你。爸爸，这个我们自己有种，要不要的嘛？要不要？啊，这个要。